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谢大家咧，即系咧系咁支持吓，咁感谢主，系都系神嘅工作里边好犀利啊，系嘛？头先我哋谂咧，我哋即系咧点样可以咧，即系咧头先犹大狮子嘅歌好犀利啊，系咪啊？因为我早几日咧神咧就话犹大狮子得胜嘅咁啊，咁我就咧系犹大狮子，有冇人可以回应系犹大狮子嘅咧？咁啊，啲人可能听到都唔讲嘅喎，咁。啊！點知頭先第一隻歌就話猶大獅子喎，咁啊，哇！感謝主，嚇都有啲即係神咧俾我有啲嘢做下喎，係嘛？所以咧，我哋都會睇下咧，即係咧係我哋嘅城市好需要咧神咧為我哋爭戰，係咪啊？好，我哋一齊咧嚟做個禱告。有人靠車，有人靠馬，等你提到耶和華我哋神嘅名，主願你帶領我哋，你嘅名字就得勝，你嘅名字就係帶領我哋，求主幫助我哋在你嘅能力嘅裏邊。叫我哋今日听嘅讲嘅都能够同感一灵，我哋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咁今日咧，我哋想分享嘅题目就系进入渴求呢个动力嗰度。呢个渴求咧就系话咧，我唔系话咧谂一谂我就谂唔到就算数啦，唔系谂唔到再谂，谂唔到再谂，直到谂到为止咁吓。咁呢个过程系点样产生嘅咧？咁吓，好多时我哋谂唔到，可能诶算啦，谂唔到就算啦咁吓。咁但系咧唔得，神咧唔系叫我哋咁噶，咁所以睇下今日经文里边啦吓，我哋大家一齐读下。嗱，我读单数，你读双数啊。喺马福音二章一至五节嘅里边，二章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有人带着个毯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咁吓，喺段经文里边咧，我哋思想一下。首先呢段经文嘅里边咧吓，佢讲到一样嘢，就系四个人咧带个毯子去耶稣嗰度。嗱，四个人带个毯子去咧，你可以体会咧，佢都要谂下点样带个毯子去咧吓。佢唔好似我哋而家咁啊，搵架车仔去啦，咁吓，或者点点点啦，咁吓，可能唔得噶。咁你就要谂下啦，啊，点样可以运到佢去咧咁？啊！佢就好好感謝神啦，佢有四個人都可以幫佢。咁呢四個人幫佢，成日代表咗啲咩嘢咧？咁嚇，咁我哋就要諗下咧，呢一啲嘅四個人想辦法將毯子帶到耶穌嗰度嘅呢個行動嘅裏邊咧，其實都好鼓勵我哋嘅。因為呢個行動嘅裏邊就唔係講緊咧係你得與唔得嘅問題咁簡單，而係講緊原來喺尋求裏邊咧，可以由冇到有，由有到豐盛。由丰盛到咩与人分享，哇，好犀利啊！嗱，咁呢个系一个进程嚟嘅，咁我哋咧千祈咧要即系识得要鼓励自己，唔得就系得嘅前奏，系咪啊？你讲一次，唔得就系得嘅前奏。嗱，教啲仔读书都系噶，呢条数唔识唔代表下条数都唔识咁啊。有时啲细路就哎呀好难啊，唔做啦咁，咁你就同佢讲啦，呢条数唔识唔代表下条数都唔识咁吓，咁佢咧就会好深刻印象嘅咁。好啦，基于呢个过程里面咧，我哋就睇下点样能够咧睇到咧，我哋咧喺谂唔到嘅时候咧，唔好放弃咧，继续你嘅前行咧吓，俾心机想办法系一件好事嚟嘅。其实好多嘢，譬如我哋做祈祷啫嘛，你可能你发觉，原来咁样咁多事工嘅你哋咁啊，又系做祈祷嘅咁，就因为你喺祈祷里面发现好多问题咧，搞唔掂啊，即系等于啲人嚟祈祷就话，哎，陈太，我唔想抑郁啦，我唔想嬲噶，咁我唔想发脾气咯，咁啊。我唔想咁懒咯，咁只系得咧，唔识即系只系要将嗰啲唔要嘅嘢话俾神知。上帝有冇话哦？不要嘅，请告诉我，有冇咁讲？佢将你所要嘅告诉神啊嘛，系咪啊？但系你将啲唔要嘅话俾神知，咁都唔达到祷告嗰、那个嗰、那个嘅重点啊，系咪啊？所以你咪要同佢开查经班咯，系咪啊？所以有查经班啊。咁所以好多不同嘅事情里边咧，你成日谂啦，点可以令到佢识咧？咁啊咁呢种渴求里边唔好放弃嘅里边咧，我哋就今日讲下呢一样嘢。有四个基础里边咧，我哋进入呢个渴求当中嘅。第一咧，唔好袖手旁观；第二咧，竭力将人咧带到主嘅宝座前；第三咧，建立团队咧系智慧嚟嘅；第四咧，主席圣灵咧保我哋不足。好啦，我哋睇下咧，切勿袖手旁观。嗱，呢好多时咧，我哋咧觉得咧冇反应咧，好自然啫，冇反应冇反应咯咁啊。我哋千祈唔好话冇反应就算，
因为你不得，你上帝得嘛，是不是？最低限度你都懒啲，懒啲嘅话都好啦。哎呀，神啊，我都唔识祈祷，你睇下边个识祈咧，我就应阿门啦。咁样你都叫佢祈一祷啦，系咪先啦？世界咁大，实有一个识祈噶，系咪先啦？佢点样？佢祈咩？我应阿门得啦。咁吓，即系你都叫做谂下，唔好俾自己懒得咁教惯。有时系咪啊？咁你可以体会咧，唔好袖手旁观咧，系要俾你知道咧，你将会进步噶。因为耶稣嚟咧，要你活得更丰盛噶嘛，系咪啊？佢唔系话你叫你求求其其过一世咧，咁唔系咁样噶嘛。所以一定要鼓励自己，耶稣肯栽培我，我都要肯栽培自己，系咪啊？你讲一次，耶稣肯栽培我，我都要肯栽培自己，系咪啊？我都肯栽培自己噶，我相信喺呢度咧，我都系属于年长我嗰扎人嚟噶啦，系咪先吓？但系咧，我而家读紧书，哇，系咪好神迹啊？咁吓。仲要做一个博士课程，仲要做一样嘢，已经完晒嗰八科啦。我仲要喺其中三科里边咧，都几高分嘅。不过可惜有一样嘢，而家要挑战嘅，就系写一个10万字嘅论文。咁我已经写咗两次俾个教授睇，佢话唔得，你写书就得，写论文就唔得。咁啊，吓要写论文，你重新嚟谂下论文点样写法咧？咁啊。咪谂谂谂谂一轮，点解我硬系讲唔即系捉唔到教授所讲嘅呢样嘢嘅咧？咁啊，即系神咧，系俾我一样嘢。佢话你30几年嘅工作咧，系不断揾答案解决困难，但论文咧唔系咁嘅。论文咧系要话俾人听，点解呢样嘢唔得？点解我话得，你话唔得咧？有几多人支持我话得咧？咁啊，你要做咗呢样嘢咯。所以你就要揾几多个人支持你咧？你都要睇好多书嘅咁。哇！所以我咧佢嘅书咧就成。20-30本啊，书多唔系一个问题，你有冇睇先？系咪啊？睇咗记唔记得先？哇！呢个先系挑战性嘅，系咪啊？但系咧，我冇从来都冇话到唔翻工嘅，你知道，我日日都有翻工嘅。但系神呢个时间好奇妙，喺我读嘅几年嘅里边咧，系新冠病毒，成日都唔使翻工。即系我哋都要翻工嘅。不过咧就系因为啲录影嘅缘故，全部一两日录晒佢，咁呢个机你咪得闲咯。咁所以咪由头到尾都喺度读紧书咯，咁吓，所以先有咁嘅时间咧，你唔使话停一份工，而你可以咧嚟读到嘅咁吓。神嘅时间好奇妙啊！咁所以睇到咧，佢俾得你读嘅时候咧，俾得你做嘅时候咧，你觉得好难都好，唔紧要啊。你谂下究竟想我做啲咩嘢咧？咁吓，即系咧，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我都唔细啦。如果你叫我读6年书嘅话咧，我已经读第6年噶啦，已经。如果今年唔交论文嘅话咧，那个教授就唔同我改噶啦，咁。所以今年一定要咧冲咧，做写好晒佢嘅咁吓。咁所以咧，我突然知道就一样嘢，佢可能会继续咧用我啦。咁第一样嘢，我咧去好地执下自己啦。第一样嘢，你拍牙。当时咧得一只牙，咁神咧就话：你唔好谂住得一只牙咧可以做假牙，人哋可以做假牙，你唔可以做嘅。我点解咧？因为你讲嘢用力咯，分分钟个棚牙都飞咗出嚟得噶。所以咧，你唔可以咧谂住做假牙，你就要好好地保管你啲牙齿。咁所以我就嗰阵时开始咧，6年前开始咧，我就夜晚食完饭之后咧，我就唔再食嘢啦。咁就等啲麦芽啲休息下，就可以减下肥。你咪见到我咪瘦咗好多，系咪啊？我系经过6年时间嚟去减嘅。是咧，就係因為夜晚唔食嘢咯，因為我中意喺夜晚做嘢噶嘛，咁就成日食零食啊，咁零食食到你肥曬嘅，所以你可以體會咧，喺好多情況底下咧，你覺得唔得嘅，即係神要俾你知道你睇到個標杆先，你睇到個標杆嘅時候咧，你就開始砌下你嗰個過程裏邊點樣達至標杆咧，都係一個做嘢嘅一個基礎嚟嘅喎，咁嚇，咁所以我哋習慣一樣嘢就咧，唔好睇到一樣嘢咧唔得就算數，冇咁睇法。嗱，你睇到嘢唔得。你就放棄，同埋你睇到啲嘢得，點樣可以令到做得更加之好咧？係同樣道理嚟嘅，即係你都唔得，算啦咁啊。但係你話哦，我識，繼續點樣令到其他人都識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好緊要嘅智慧嚟嘅咁嚇。咁耶穌佢一個例，咁佢咧係好擔心啲人因為咁樣嘅咁嚇。佢話耶穌咧喺個安息日裏邊咧，佢對那枯乾嘅手人咧咁講法，佢起來站在當中，就問眾人說。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光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来。
啊，这个最重要一样，为什么耶稣会忧愁呢？这个忧愁你永远不是说是很很凄凉的忧愁，而是想起那个结局就觉得唉，真的是就替他担心，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当时在他的情况里面，是他问一个问题很浅的，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对？幼稚园学生答到啦，是吧？行善救命那就搞定了，但他不答，不睬你。我原来呢，当我们呢看到都不答，看到都不睬的时候呢，慢慢就会费事理你，看到都当看不到。哦，你说话吗？不知道。是吗？不知道。那就会令到我们呢不会反应到旁边的东西。因为呢在马太福音25章里讲审判的时候呢，耶稣举了几个例子呢是啲人要回应的。他说呢，这个呢就是呢是在我的过程里面，他说我饿了你不让我吃，我口渴你不让水我饮，我没有地方住你又不招呼我，没有衣服穿你又不让衣服我穿，我病了你又不理我，我坐监你又不来探我。他所说的这六样东西都是只眼睛看到的，看到的，你经过你可以知道他的情况的。不同就是说、我心里抑郁了、你心里抑郁都看不到我，你还在奇奇笑不知道、他一说那样东西全部都看到的，不过你没有反应。他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就去左边，左边做什么？是 受审判永火的咯。所以呢他呢看到想起那些人将来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忧愁。即是要帮助我们呢看到的时候呢，是呢你不要就这么算数，不要没有反应，一定要知道呢我不得，神得嘛，是不是？我做不到，人家做到嘛，是不是？鼓励那些人，我做不到你继续做，是呢我都不用了，我走了之后你继续去，没人正我的知不知道？即是算我们走了回去天家了，你都说、继续去继续祈祷，这样也很重要的、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神是世世代代的神。所以我们教子女的时候，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做一件事，就是说你叫他阿仔冲凉啦，不睬你得啦，这些声音都是不好的，我不喜欢呀，又不好的这些声音。因为呢你会说我不喜欢呀，这喂叫你冲凉都不喜欢，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即是说对于美善正确事他都不喜欢的话，他就很糟糕了。那就一个你开到门给魔鬼呢，令到你好嘢都唔做噶啦，咁吓，咁你就要即系知道咧，喺佢回应嘅里边咧，要小心听。嗱，呢啲人咧唔睬耶稣，耶稣就忧愁。如果佢咧，你屋企叫啲细路仔做嘢，佢唔睬你，你就知道一样嘢。如果佢唔睬你嘅话咧，细细个都唔睬你，喺你度食饭都唔睬你嘅话咧，第日唔使喺你度食饭嘅时候咧，你想揾佢就艰难噶啦，系咪啊？所以你一定要俾佢咧能够应你。上帝有冇教导我哋应佢啊？两个字系乜嘢？阿门，是不是？你不懂得好，阿门是的，不过不知道怎么做，这样都可以得的，是不是？最近你认了他，所以如果我们不认他的话，这就是一个问题来的。一定要学习要回应，但是要小孩子，即是譬如说小时候你要教他，你要懂听，我不喜欢人，我自由的、这两句呢是敌挡着他对你所说的说话 say no， 一直培养着这种情绪的。所以在后现代思想里面是教的这件事，你有权柄，你有自由，你可以拒绝美善的。这件事很隐形的，但是很有效，令到这些人真的不会做好事，我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上帝的工作不是的嘛，你应当如此行的嘛，不是你喜不喜欢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是听这些声音里面我不喜欢人，关你什么事？这个音，一个音而已，不用说话的。咁样你即系咧，佢唔中意啦。咁你叫佢嗱呢咁嘅样咧，好难睇噶。你攞机嚟，我同你影张相啦，等你自己睇下啦。俾人哋见到啊，真系笑你噶喎。咁可能咧，佢咁咗翻嚟收下，我话俾你知。当佢第一个音即刻收，即系就第一个音出咗，佢即刻收噶啦。即系知个样唔好嘛，系咪先吓？咁呢个都好有效嘅，听下。好啦，我哋睇下咧。在这些情况下，不要袖手旁观，还要竭力将人带到主的宝座前。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说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你就可以看到一样东西，是有人，即是有些人看到有回应了，看到哇这个人真的很惨、
哇，不过佢成年人，我都搞唔掂啦，点带佢去咧？咁啊，阿庄，你同埋我一齐去啦。喂，我哋两个人点得啊？咁啊，喂，搵多几个人嚟啦，睇得唔得啦？咁你都要搵人嚟啊，系嘛？好啦，搵咗人嚟之后咧，你都系谂点样将佢带到去耶稣嗰度咧？咁啊，系呢个张毡或者佢张褥，咁我哋冇挑战佢间褥嘅实唔实正啦。咁啊，有时咧佢嗰个毯子成日坐到坐喺张褥度咧，都未必实正噶。你咁抬住佢去系嘛？咁样佢当佢好实正啦吓，四个人一齐抬住佢去到耶稣嗰度。但你知道一样嘢，四个人咁揸住一个角嚟到抬咗个成年人嘅话咧，其实冇需要合作，又唔可以太大力，又唔可以太细力。咁呢、这个合作里边咧就好紧要啦。咁吓，咁你咧就想办法嚟到神嘅宝座前。嗱呢度咧讲毯子，其实喺我哋四周里边都有好多人去唔到耶稣嗰度嘅，你想办法噶咁吓，或者屋企嘅里边咧吓。你的家人啊，即是呢去即是未信耶稣的可能又吻沉沉啊，咁啊，点解成日翻教会嘅啫？咁啊，佢问你点解成日翻教会嘅啫？呢度咧就佢冇话到几年冇翻，你应该哎呀感谢神啊，我阿嫲咧冇阻止我翻啊，咁就算佢即系话做乜又翻教会啊，咁佢咁讲啫，佢冇话叫你唔好翻，咁你就同佢补飞。咩叫补飞咧？哎呀，神啊，佢支持我翻啊！你纪念佢啊，俾恩典佢，俾双倍恩典佢咁啊，系咪即刻同佢祈祷啊？因为圣经话咧，唔敌挡你嘅就帮助你噶啦，系咪啊？所以你唔好话咧，佢都冇举手支持我。哎呀，佢冇反对你咪一样咯，系咪啊？咁呢一个系一个耶稣所讲嘅说话嚟噶。佢话咧，佢唔反对你，你就支持你噶啦。咁你呢个咧系一个好重要的一个信息嘅里边啦吓，我哋咧要睇。你对旁边离唔到耶稣道嗰啲人咧吓，你点睇佢嘅咧？咁你要为佢嚟到祈祷嘅时候咧，将佢嗰个好处咧带到耶稣嘅宝座前，或者一样嘢就或者譬如话，将我哋识我哋话啦吓，阿嫲嫲咧冇话到叫我唔好去啊，佢就话又翻教会啊咁啊吓，即系佢就听即系多咗一句说话叫又翻教会咁啊吓，希望就系佢都有翻教会啦咁啊吓，即系好多嗰样嘢里边咧，我哋听到嘅时候咧，唔好就咁算。其实你可以将它改变它成为由负面到正面的。你要想的是不是，但你知道呢，我想办法想都很少的，就是很少东西的，你少少都不紧要的，告诉你放在神的手里面就不同的了。我有一个心里面一个很少的一个的盼望，我说神，如果我有一间座堂是奉献给教会就好了，发梦啦，咪先？我都系发紧梦咋，我想讲下就系咁啊。哇，个座堂系咪好夸张啊？哇，呢个陈太谂嘢都好夸张喎，一个座堂送俾神咁啊，咁就摆咗喺心度，冇同人讲过嘅。有一日，有个宣教士话：，喂，陈太，有一个匈牙利牧师咧想嚟见下你。哇吓，匈牙利牧师好似冇去过匈牙利。我佢话你见下佢啦，咁啊，我好啊，咁你带上嚟啊，咁啊。啱啱嗰日咧，我哋咧前门咧就咧系坏咗 lift， 咁啊由后门入，而且后门咧就冇咁干净嘅，即系我哋一唔同你呢啲商业大厦，啲商业大厦就干净多啦吓。我哋嗰啲嘅咧，即系咧系比较上咧相住一齐嘅咧系冇咁好嘅。话呢个牧师就好大只，佢喺个后门度咧上到嚟，又冇门钟嗰度。即系啊，凹凹凸凸咁样，我都唔好意思见到佢上嚟咁啊吓。咁佢咁坐到啦，咁佢咧愁眉苦面咁啊。佢话咧，我听日就走噶啦咁啊。但系咧，我想嚟咧就系咧就系我哋咧做罗姆人士工嘅，罗姆人即系吉卜赛人士工嘅咁啊。咁佢就话咧系咧，我咧系好，我哋而家咧成二卅人信耶稣咁啊，系咧呢个咧系需要咧有买间屋俾佢哋做教会嘅咁。我吓买间屋啊，我俾张相我睇。是一间座堂嚟嘅，吓，好好难喎，同你祈祷冇所谓啫，买啦，真系搞唔掂喎，咁啊，咁佢讲咗好耐，咁我心里边咧成日觉得你卖俾佢啦，卖俾佢啦，咁，我吓卖俾佢几亿元嘅喎，呢啲咁嘅屋，咁啊，系咯，我总之问佢究竟几多钱啦，咁啊，佢话系20,000欧罗，吓，几多钱啊？20,000欧罗，咁只系港币几多钱啊？156,000当日，我在即系你请斋欠我，系咪？咁样就搞掂咗啦，咁行。
不过呢，我用了72个小时来回啊，同佢签嗰个律师楼嗰个买卖合约，喺莫斯科边去嘅，哇，逼人逼到不得了嘅嗰度。咁啊，签咗就一条件嘅啫，就系佢当地嘅基督教联会一定要咧睇实佢。佢 say yes 咧，我就签咗佢。咁佢嘅主席系 say yes， 咁我咪签咗佢啊。我冇乜可能咧去到塞尔维亚嗰度咧嚟到帮佢嘅咁吓。咁你可以体会咧，咁啊咧，我就咁啊翻嚟咧，坐飞机翻嚟嘅时候，神就话嗱，我成就你一个祷告啦。咁吓咩祷告啊？好逼人喎！头先嗰个夸真系好夸张喎，嗰度咁啊。佢话唔系嗰个祷告，你话想买个座堂啊嘛，咪买咗咯。吓系，嗰个真系座堂嚟嘅，嗰个冇二楼嘅嗰度，成6000多尺嘅咁啊。哇，真系好抵啊，系咪先啊？咁你可以體會咧，即係上帝就俾我哋咧，即係睇到一樣嘢。你喺當中嘅時候咧嚇，你所諗嘅嘢咧，你唔好覺得係難。你因為睇到個標杆，然之後你先砌下，即係若果去到個標杆，應該要做啲咩嘢咧咁。嗱，如果我要個座堂，我係咪需要有錢咧？係咪需要有需要咧？係咪需要有人用咧？都係嘅喎，幾樣條件啱曬先可以買嘅咁嚇。咁你睇到嘅時候咧，如果啲問題出現咗，你咪可以搞掂咯。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喺不同嘅工作里边咧吓，一个团队咧好重要。一个团队咧系可以能彼此咧嚟到去提醒嘅咁。咁啊，第3点嚟咩？佢系建立团队嘅智慧嚟嘅。其实你一个人咧，你做唔到好多样嘢。即系如果唔系个宣教士带嗰个人嚟咧，我唔会识得佢噶咁啊吓。咁你咧就可以体会咧，神咧俾我哋旁边咁多人咧，系你嘅团队嚟嘅，系你的弟兄姊妹，系你的家人啦，系嘛？啊，所以头先你讲翻呢个我哋嘅家人咧，其实真系家人嚟嘅。你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你会为他的不足来到去求神帮他，为他的得着求神给他，让他能够揭露神是真的。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人，我下个星期六又来这里讲话了，在讲青年人，我想告诉他们，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知道神是听祈祷，神真的与我们同行。学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咁所以咧，你人多嘅时候咧，你咧佢呢个咧可以正所谓人多好做作啦吓。但系佢嚟到呢个时候咧，入唔到去，入唔到去咁点算咧咁吓？咁佢就话咧，系咧就把耶稣所在嘅房子拆咗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毯子连所躺卧嘅褥子都除下来。嗱，你可以睇到样嘢，拆咗人嘅屋顶，好夸张啫，系咪啊？但系仲有一样嘢，你5个成年人将。即系上个屋顶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你睇下中东嗰啲屋你就知噶咯。即系若果佢嗰啲屋咧系直不甩一条楼梯嘅，咁就好斜嘅。如果佢话咧环抱间屋嘅喺个 S 型咁样嘅咧，就好长嘅，不过冇咁斜嘅咁啊。但系你上到去嘅时候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系咧。但系咧佢咧就知道咧，咁样嚟抬咗佢上去之后咧，仲有一样嘢发生，因为你拆屋顶啊嘛，系咪先？咁人哋梗系嘈噶，咁可能咧嗰啲人就。嗱 ，John 同埋 Peter， 你去應付嗰個人，話俾佢聽，我哋善於拆屋頂，又善於補屋頂嘅，好快就搞掂噶啦。咁啊，攔住佢，唔好俾佢上嚟。我同阿 Tom 咧就即刻咧就咧拆咗之後咧，就即刻掉個鏟子落去，我哋大家一齊合作咁啊。咁呢啲嚟嗱嗱咁就做咗啦。咁啊，咁所以體會咧，冇嗰啲嘅隊員咧同你擋住佢話咧，你做唔到噶咁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團隊精神都好緊要。咁我哋冇得團契啊。在这个团契里面，刚才你有街报是不是，在新年节的时候有街头报道了。那这个都是一个呢，是给我们知道呢，哇，这个我们想想办法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很多好的东西可以想到出来的。在这个呢，无论大人小孩都是的，等好等好，有很多好的方法呢，你想到出来。我们一个条件就是你喜悦美善。你喜悦美善，你才能够遇到神的。你想的东西呢，就说 QQKK 咁都不知道怎样，你遇不到他的。你只要想啲嘢咧，想人哋认识耶稣，能够喺神嘅里边咧被建立起嚟，你就遇到佢。呢个系一个真相嚟嘅。我做咁多样嘢都系一样嘢嚟噶。咁我点样咧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有一个美善嘅睇法咧？因为主咧藉圣灵咧补我哋不足。嗱，耶稣咧嚟过呢个世界30多年噶嘛，系咪啊？佢有啲嘢我哋，佢就知道我哋人嘅问题噶。第一样嘢，主啊，我冇记性噶，咁大本圣经惊记唔到，系咪啊？冇记性。第二话咧，哎呀，我想唔起，读咗不过想唔起，咁啊，系咪啊？咁呢啲成日都讲佢大话俾你知，哎呀，我真系冇能力啊，咁
叫我 去蒙古，我冇能力噶，千祈唔好叫我去蒙古啊！咁佢冇叫我去蒙古，不过叫我去非洲啫。咁吓，咁呢一个真系咧好好咩啦？嗱，譬如话咧，有时咧呢个咧就系咧系觉得，哎呀，我真系有心无力啊！真系咧，我本来想去探人嘅，不过唔识笑咯，咁啊，苦口苦面喊啫，咁啊吓。嗱，耶稣系知道我哋心灵疲累嘅，但系佢每一样嘢同我哋搞掂晒佢噶。因为会做乜嘢？佢差圣灵嚟帮助我哋。咁圣灵系边个嚟咧？咁吓，佢话咧，我哋所领受咧唔系世上嘅灵，乃系从神而嚟嘅灵，系写俾我哋知道神开恩赐俾我哋嘅事。因为我哋可能咧，我哋咧觉得落地喊三声好丑，命生成边有改啫？系咪先？系咁蠢啊，咁蠢系咁精咁精噶啦？咁唔系，原来神嘅里边咧唔系有耶稣做榜样，佢做到嘅你都可以做到嘅。但你要知道佢核心动力系咩嚟嘅咧？咁。他核心动力就是要让人能够体会上帝的真实，以致你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收得你做仔女的话，就不想你有事才找他。如果你仔女就是在你平时走出行都不叫你的，哎，老豆交学费啊，咁是咩？今天几号啊？就是一号的啦。哦，咁我见你成廿几生日都没叫我，咁冇嘢叫你讲，咁叫你做咩啫？咁，哇，咁就好凄凉啊，系咪？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你什么都说给他听，这个很重要的，就不是因为我有事才祈祷，而是你真的说，神，我现在是去建功，但是旁边的人好像很厉害，我真的我觉得自己不行，那这个怎么算呢？求你帮助我尽我能力就可以了，求你帮助我尽我能力就可以了，是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是经过你的脑想出来，不过是神呢去教你的咯。所以你应该知道，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你找到个答案呢，就是他在你当中。因为我们只有一位夫子，一位夫子，但你做学生的话，你应该要有礼貌一点，就不要说哎呀什么难的，真烦死人的，真是这样，不要这样的款，这样就不是对着老师说话的。神啊，我不懂这件事怎么办呢？你看我又没胆有脚软，怎么办呢？即是我们都很常说，哎，我有脚软怎么办呢？那你上去就不脚软的了，那不上去就不脚软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体会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跟神建立一个密切关系是由小到大都要操的。这件事就算你吃饭都是，哎，天父今天这些好吃，你不吃我吃一晚，我吃先了，多谢你洁净，咁你又企喺度啦，咁你又可以同佢建立下关系，因为佢唔食嘛，你咪食埋佢咯，咁啊，咁你呢个可以体会一样嘢，就系话咧，神咧去俾我哋知道，我哋喺恩典嘅里边。如果我哋喺恩典里边咧，你要谂我点样可以做得佢好啲咧，咁啊，佢面对力有不逮，咁耶稣知道我哋有多嘢做唔到噶，佢话还有好些事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系现在担当不了。他只等咩？真理的圣灵来了。为什么要等真理真理的圣灵来了呢？因为我们想东西是由你的心开始的，就不是由你的眼睛开始的。你的心里面想，哦，怎么做呢？然后你才会有言语出来的嘛。是你的心里面朝向美善，你才有言语有思想出现的。所以你第一步东西做不到，不能够在美善你不出发的话，你就做不到咯。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他引导我们就是说，啊，你看到那些人这么惨，怎么好呢？怎么帮他呢？可能你说有些人呢，就算想人来帮都好，他不喜欢出声的，那怎么好呢？那你就当是怎么可以由他帮你，其实是你帮他的呢？啊，有些这样的事吗？那你就开始想了，怎么可以说呢，本来我帮他的，但是他觉得他来帮我的，那是怎样，可不可以真的可以这样呢？是真的可以的。我呢就是初初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讲两类的人的。第一类精神病康复者，第二类呢是长者。因为这些事工没人做，就是三十几年前，那我跟你说，啊，今天你想你帮下忙，啊，可不可以20分钟之内不要站起身，行不行？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鼓励我，那我多谢你先咯。有没有人不行的？不行的，现在站起身先，那没人站起身了。啊，多谢大家鼓励我，哦，所以俾我能够讲到二十分钟嘢啦，又唔会影响我啦。一你喐喐咧，我唔记得咗就弊啦，咁啊，咁我都好乖咁坐喺度啦。但一到二十分钟咧，就起身啦，因为你知道咧够钟啦。咁即系话咧，其实咧
是要我帮他，但是反过来他帮我，他就觉得一件事，就是是觉得、啊、我应该有责任帮下神太、哦、坐定定20分钟就帮到他了、哦、你就看到呢，即是呢有时候你想的事怎样可以令到人很开心来参与呢，是不是都是要想的，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朝向美善，朝向一个好的一个方向，那你就能遇到上帝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一路引导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能够凭他说话里面可以怎样演绎出来呢，即是譬如说怎样可以叫得人祈祷呢，祈祷最终 有言语，是吧，有言语，那你就要学了，学完之后你就记实他了，记实他之后就不要有事才祈祷。我们已经习惯呢，每一个时刻都有一个祷句，什么叫祷句呢，一句而已，比如你见到老细咁恶死，咁你譬如你讲，唉，今日实唔知边个唔好彩啦，咁你咁讲法嘅话咧，果然成就咗阿 John 俾老细闹，系咯，今日早就知老细实闹人啦，咁就闹你喎，咁阿 John 就话好笑咩而家，咁你知道老细闹人，点解你唔阻止佢啊？咁啊，系咩？我唔记得，我唔知道，你又话你系基督徒有爱心，原来你又发紧预言咩？等我俾老细闹咁啊！咁你依家知道一样，哦，原来咧，当我发现到唔系咁妥嘅时候咧，我系即刻堵截嘅。最近咧，我有一个领受，就系咧，我哋唔可以俾我哋嘅城市咧进入荒田嘅里边，唔可以，一定唔可以。即系我哋祈祷嘅时候咧，吓，即系我哋最近有啲牧者咧，佢就话系香港咧进入荒田嘅里边。其实喺个礼拜前咧，我哋领受到一句圣经就话咧。是耶和华叫约伯为他朋友祈祷，约伯就从苦境转回，他所得的呢是比先前加倍。那什么叫苦境呢，就是成日唉，真惨咯，唉，现在做生意好惨啊，咁唉，现在老细都不知道怎样，好像不够生意都不知道怎样，唉，现在很多人走了，咁啊，找人喝餐茶都很难啊，咁啊，嗱，你可以讲咗咁多呢咁唔好嘅嘢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咧。一路是讲紧啲唔好嘅就在度咁样，你冇留意到噶。但系如果你认同嘅时候，嗰、那个能力就喺当中噶啦，你一定要扭转佢，求主咧帮助我哋，唔好入去荒年嗰度。咁跟住我睇到一只牛，一只牛代表咩都唔知噶。不过咧，我突然间睇到牛嘅时候，我睇到红人，红人同牛好似有啲代表性嘅。不过我唔知道啊。嗰只牛就唔系话好肥嘟嘟，不过好够，即系睇唔到牛骨嘅。即是有时见到牛的膊头骨，你看到的嘛，这只牛很劲的，是很多肉的。那么呢，它就要走入一个门口那里，但它走到来的时候转转弯走到地上，那我就知道呢，看看它进去那个什么地方来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些很多泥的地方，但是青色的东西很少而已。所以这个有可能我自己看，有可能这个真的是荒年来的。不过呢，只牛呢转了弯，转了弯是不是很重要、啊、我们求神呢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呢，在他里面呢，我们有转机有出路，求主呢你有施恩帮助我们。那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想起神的说话才行，想不起的时候呢，上帝给我们有应许的嘛，他说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主的名所以差来的圣灵，他指教我们呢想起神对我们一切的说话来的。你怎么去想起的呢？你一定要问，其实我应该怎么做呢才可以呢做到这个的查经呢？如果你人都出不到来，出不到来信得主了又出不到来，又没有教会跟他，怎么好呢？那我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布道会的，但是布道会里面的人都是比较上是有些有困难的群体来的。譬如刚才他说康复者是老人家照顾者，即是照顾人的人，这些人呢你翻教会很难的。那我说我觉得我可不可以用网上面跟他查经呢？因为我们的查经呢我已经做了成三十几年查经的了，那这个呢就呢是能够 去帮他们的话，其实都是我一个心愿来的。咁即系你当你想起嘅时候咧，你搞佢唔掂嘅。不过你知道我点样去组织呢样嘢出嚟嘅咧？咁呢样嘢，如果你有一个起点嘅话咧，你知道咧一定有一个终点嘅，即系会实践嘅。因为呢个点解会系咁样咧？咁吓，因为学习咧系由问嘢开始。
你识得问嘅时候咧，就有嗰个路向噶啦。因为上帝系创造城中嘅神嚟噶嘛。如果你即系譬如话咧，我从来都唔会谂下我点上太空嘅，咁佢都唔使上太空系咪先吓？你唔会谂到呢样嘢噶。但系如果你要谂嘅嘢话咧，咁你睇到咧，如果佢叫你谂嘅话咧吓，你就知道咧佢已经预备好晒。咁所以我哋唔好担心咧，想唔起。你想唔起嘅时候，你就寻找啦，因为应许噶嘛，寻找必寻不见啊嘛。你就系谂我哋点样先可以做得佢好啲咧咁。呢一个咧系我哋阵间我有啲香港新闻俾你睇下，你就知噶嘛。好啦，又睇下啦，冇能力咁点咧咁啊？冇能力、哦，佢但圣灵降临在我哋身上咧，我哋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系嘛？你想想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如果神跟我说你要信耶稣，然后呢你就是没人工的，你可能不是八个小时工作的，可能有十六个小时的，每天都要做，还有一件事呢，很多人就是吟吟沉沉说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激亲、如果他跟我这样说，我十几大都不信，是不是说笑是不是，当然不信，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他给你一件事就是你信了，他叫你做的事他是给能力你的，不是由你那里拿能力出来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不是回来见他的门徒的，他不是去到门徒在楼上的小房那里，是不是关了门、啊、即是关了门，怕犹太人捉他们，于是耶稣来到了，他拍了几下门，没人没说的，不过来到他们中间，看到他们这么害怕，他有没有说话呢？他有没有说，哎呀，你班人真的令我失望，我走了几天而已，怕成这样，有没有搞错啊？他没有这样说，因为知道他们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的话，他就跟他说话了，愿你们平安，是不是很重要啊？他说，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不过不用担心，他已经胜过世界了。他是鼓励这些人，你冇嘅嘢咧，唔使担心，因为咧我都冇胆，唔使担心。你话边都系冇胆咯，你要胆量咯，系咪啊？仲有一样嘢，我哋好多时咧觉得机会咧好熟悉嘅，但其实机会一啲都唔熟悉嘅，系一个挑战嚟嘅。嗱，今日咧我哋咧喺啲城市里边，我哋就去见证，从冇到有，从有到丰盛，喺不同嘅见证里边，我哋就能够睇到，哇！神咧咁样成就咗，咁啊，即是觉得真系有神。从此我们就证明神是真的，是不是很重要啊？所以一约翰福音三三三三章三十三节，他说，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人，印证加上印证，证明神是真的，是不是很厉害？这句圣经是 印证加上印证，证明呢神是真的，这样。所以我们体会呢，没有能力呢不要紧的，因为呢你只要告诉他，没有就是有的前奏，有就是丰盛的前奏。感谢主，是吧？好了，那你看看心灵疲累、哦、心灵疲累里面就说、哎、我真的不行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神的爱怎么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呢？是你信祂不会令到你这样的，我们只是求一件事，开心生活而已，是不是充满盼望生活而已，充满平安，我见证基督 是这个世代的拯救来的，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的，神一定会帮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情况底下都是机会来的，在患难里面我知道你身边人，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一定来帮我的，我要经历他的信实，但这个是不是机会啊？俾你经历神系信实噶嘛？但喺我哋喺世界里边咧，我哋觉得机会真系发达，哇！发达六个 number 就有机会啦咁吓。但咧佢喺你去呢度咧，唔系每一个时间都系一个机会嚟嘅。忍耐，我忍得一次又一次，有一次有一个月忍得多嘅时候咧，我就得到个经验，知道呢样嘢会点发生噶啦咁啊。嗱，咁呢个咪就系咧有个机会提升你嘅能力咯，系咪啊？即是当你能够这样经历呢，是神一路来建立你的时候呢，他老练生盼望，之后才鼓励人，不用担心，神一定来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需要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来的呢？他说呢，在这些 PowerPoint 他这样讲法，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他说人着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渴，
你就如经上所记，在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是什么来呢？这样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渴求，渴就是觉得，哎呀，如果我黑底就好了，哎呀，如果我写一篇论文就好了，哇，如果我交给教授，他说 yes， 哇，开心死我了。哇，你可以想很多这些东西，是不是？是想得到他，想很重要，你就想怎么可以做得好一点呢？他就将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怎么成为呢？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你咪有活水江河咯，喺你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嚟咧，即是话咧佢系你嘅源头。你又问啲咩都好，佢都会答你嘅。你要咁去经历神，所以你喺祷告里边你就操练你咧系咁样啦，咁吓。咁所以今日你睇到圣灵充满我哋，咁我哋有啲咩嘢可以做咧？咁吓，嗱，第一样嘢，呢个系一个真系咧，我哋要拍手掌赞美上帝啊！我哋系咪走咗好多人才啊？报纸话系咪啊？走咗好多人才。总之话咧，就50万人之中有40万咧系基督徒嚟嘅咁啊，咁啊冇理佢点样几多万都好，咁我就祈祷神啊，我哋有770万人，走咗50万咧，仲有720万，我哋都要食饭，都要食饭噶，点好咧？真系咧，佢情况好似唔系咁好咁，但系我哋唔可以话走咗好多人才，唔可以咁讲法，但系点样讲先为之叫得体啲咧？人哋讲阿门咧咁啊。好考起你是吧？不过他叫得你这样问呢，一定有答案，就等了。怎样好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走到那么多人才呢？人都说香港走了很多人才，第一件事他就说，因为香港专出人才，所以走真都是人才，是吗？所以今天就是你是人才，你是专才，你是奇才，个个都是人才，是吗？好了，你这样说而已，是不是？有没有证据呢？哇，这件事很厉害了，这个证据一定要被全世界都知道的。因此我就祈祷神，求你透过这些的证据呢，向国际传媒你要传递一个讯息，香港是充满人才的地方。哇，这件事都很考气，是吧？不过我就发现圣经里面有战讯，这件事就是保罗说他的门徒呢，那些信徒是战讯来的，是他的战讯来的，这样。于是呢，我们去等啦。啊，睇到第一个就是这个杨紫琼在这个咧颁呢一个咧奥斯卡金像女主角的时候咧，佢就话感谢香港电影节俾佢有翅膀立足的地方栽培佢。哇，第一个呢一个系一个见证嚟嘅，香港可以栽培一个人成为奥斯卡金像奖女主角，系有史嚟第一个啫。用咗国际传媒嗰度讲，系咪啊？即系同香港佢写咗封战信啦。我哋觉得一封都唔得，再多啲嚟噶嘛。跟住嗰个梁朝伟又系咧国际战讯嚟嘅，但系最劲嘅咧就系嗰个亚洲运动会啦。喂，几多冠亚季军啊？仲有嗰个张家朗咧，哇！真系分分钟系奥运冠军都唔出奇嚟噶，因为廿岁头就话佢已经。嗱，你话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以前咧，我哋细个唔系我细个，后生啲啦嗰阵时候。我记得嗰个风帆手啊，攞系李丽珊系嘛？他拿金牌的时候，哇，香港几大阵仗欢迎他，因为从来都没人拿金牌的嘛，记不记得？好大阵仗欢迎他，哇，现在我们成队人都是拿牌，拿金牌、银牌、铜牌回来的，是不是很厉害啊？哇，这个就是神向国际传媒来说，香港是专出人才的地方，所以走了人才都不紧要。所以你今天说，哎，陈太，我都六字头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城市是全世界最长命的男人女人，虽然今年呢我们就跌了第二名，但是呢始终都是呢最长命的男人女人。你想想，如果是比你90岁，你60岁退休，你没事做，哇，真的等了，你不是浪费了30年时间，怎么顶一个30年，是不是？所以你从今天开始发明60岁的工作，是不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国际事工是全世界认识的，就是香港这60岁的人都是做的。那你知道，哇，很犀利，是吧？所以你要想，不要说呢，哎，是咯，走了人才咯，哎，现在怎么怎么样，不要这么说法。还要教呢，我们现在教的群体是储钱，那才有奉献的嘛，是不是？是就不要，还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说现在的老细就很大压力的，做老板很大压力的，那你就不要说老板不好了。
祝福佢，好似帮阿斯嗰啲会众咁啊吓，嗰啲老嗰啲嘅伙计咁啊，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咁啊，彼此祝福。因为我哋知道一个重点咧喺神嘅里边。好啦，台风你有冇觉得好怪啊？风眼都会被破坏噶，有冇听到啊？就因为三年前山竹咧就嚟香港啦，咁啊美国嘅天文台就话，如果山竹照佢而家嘅情况嚟香港咧，香港有一排都搞唔掂啊咁。我觉得点解佢咁讲咧？咁啊，我哋又唔识读，又唔识呢啲嘢咧，唔知点教咧，咪先？咁就咧上网睇啦，咁啊，系原来咧佢啲风势形成嘅时候咧，佢一路就会滚大啊，或者佢照住佢嘅方向嚟行噶啦，咁啊，咁我就话，神啊，唔知点嗱，你睇下咧，我都抄咗好多嘢噶咯，不过咧都系唔识。我通常因为咧唔识祈祷咧，我就会搵一沓报纸翻嚟，专讲一样嘢噶。咁唔知睇完之后啦。嗱，睇完啦，上帝真系唔识点搞咧咁。嗱，咁佢就会教你噶啦咁。你就唔好话你坐喺度唔做，乜都唔喐，唔识咁，嗱你就搞唔掂嘅。你要俾啲诚意佢。嗱，咁当时嚟讲咧，我哋就咧去即系知道山竹咁犀利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期一样嘢就系咧，佢嚟到香港嘅时候要减弱。咁我哋要期啦，即系当时咧，我哋嗰啲嘅台风好犀利噶，即系山竹时速系275里，你知道。香港的大厦咧，系个抵受风的能力是时速250里嘅啫，所以佢美国呢个气象台咁样讲法咧，系有佢个原因嘅咁啊。咁我哋就求神啦，我话神啊，佢咧嚟到我呢度咧，唔单止减弱，经过咧菲律宾啊一带啊女信岛，但系都减弱，因为基督嗰啲人咧冇人祈祷啊咁啊吓，求主咧都恩待埋佢哋咁啊。嗱，咁我咧即系喺山竹嚟嘅时候咧，我跟大厦咧嗰间灯咧就摇下摇下。我就祈祷神啊！如果我要死咧，我希望我笑住死，唔系吓死，要笑住死嘅咁啊！咁平平安安完咗啦咁。但系有个退休天文台长咧就讲，佢话山竹系一个神迹嚟噶，佢话一个人都冇失落啊，同埋只坏咗咧，即系冧咗16000棵树，主要原因就个风眼被破坏，唔知点解风眼破坏咗，所以减弱啦。好啦，对旧年个苏拉啊。苏格是两个风眼的台风来的，超强台风来的苏拉。那我们又是这样期待，后来完了之后呢，那个天文台长呢，又一个退了天文台长去讲了，他说苏拉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之后呢，那个风眼又是被破坏了，所以减弱了。是不是我们即其实可能呢做不到事的，就算你说呢地震那么相信，你现在祈祷神啊，求你叫地心板块不要动啦，这样你梗系咁奇啦，唔通话神喺地心板块咁喐嚟喐去，都唔知点搞喎？即系你喐一喐啊喐，即系醒死好多人噶。你冇乜理由咁奇法噶，系咪先？你梗系话神啊，你创造佢嘅喺你嘅里边咧，叫佢唔好喐，俾啲人有啲透气嘅地方。一系要喐咧，就去啲冇人嘅地方喐，系咪啊？咁你都系你一个咧，系一个至诚嘅祷告嚟。呢个祷告真系好真诚，即系你要地震，话去啲冇人嘅地方地震。因为你人咧就系顶唔顺嘅咁啊，咁所以咧喺呢啲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喺面对好多城市嘅问题嘅里边咧，千祈咧唔好嚟到去咧系咒助自己嘅城市。喺神嘅里边咧，我哋不是活在咒助中。我唔识咒助，我只系识上帝嘅福气啫，系咪啊？即系如果你讲你衰到贴地啊，点点点，我话乜你咁熟嘅？因为你咁熟嘅咧。莫非你活在咒诅中？哎呀，死啦！活在咒诅中，你自己都唔知道啊！咁啊，即系喺个咁流利嘅讲得咁啊，咁我哋要醒觉呢样嘢，我哋要活在真理中，系生命之道咯。你要帮你嘅城市，唔系因为咧个管治能力好唔好，因为你住咗喺嗰度，你嘅责任就系咁样。耶和华要进入我哋嘅城市嘅里边啦，系咪啊？头先咧，我哋要抬头，因为耶和华进入我哋嘅城市啦。佢系万军嘅耶和华，你叫我哋抬头嘅上帝嚟嘅咁。所以任何情况都是我们求神教我们，给我们今天呢无论什么事情都好，我们都求神呢赐给我们有特别的信息。你不懂的不要答他，站稳，即是你知道呢，如果呢这件事情发生呢，以往的经验就越来越差的，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启发，你就不要出声，求主教导我，指示我当行的路。跟着又说，神，我们希望呢我们生命里面呢人人都很开心，笑得出，充满盼望，是不是基础来啊？那你就慢慢去想一件事，就是朝向丰盛，不是走回去那个困境里面，
就或者你而家个世界真系好多啲困境或者啲诈骗嗰啲嘢，耶稣教你祈祷嘅，主啊，求你叫我唔好遇见，系咪好重要啊？你真系知道唔知点样应付就系、是、求神叫我唔好遇见呢啲诈骗，呢啲诈骗奉耶稣要捆绑佢，要佢败坏佢哋嘅诡计，求主叫我哋所有人都唔好遇见，咁都系佢嘅祷告嚟嘅，系咪先？你预期都话，哎呀，唔知点解，唔知真唔真，我呢个电话又先系又先又先嚟啦，因为好惊啊咁，唔使咁样嘅。你咪唔好听咯，求主叫我不要遇见，佢教埋你祈噶啦。呢啲末世嘅祷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盼望咧，我哋大家一齐咧嚟个祈祷得唔得啊？5月1日咧，我哋就会完成咗咧百万小时祷告噶啦。咁我咧就租咗咧会展大会堂，即系回归嗰个地方。咁咧就希望咧我哋咧系有一个信息嘅里边咧，就系话咧我哋基督徒系为城市嚟祝福嘅。有好多人咧佢话。究竟基督徒咧系忠定系奸嘅咧？咁佢问紧呢样嘢，我哋就要求主咧俾我哋有机会向我哋嘅城市，向呢、这个世界嚟宣讲啊！基督徒系要嚟建立生命嘅，让人人活得有盼望。呢、这个系我哋嘅基础终点嚟嘅。咁所以邀请大家咧，5月1日可唔可以一齐嚟参与祈祷啊？哦，阿 Hugo 咧好大声话 Hugo 可以啊，咁都希望吓到食嘅我好嘛？咁即系先，大家一齐去咁吓，咁我都希望咧，即系有一啲好代表性嘅呢个香港嘅啲管治嘅阶层咧，都可以一齐嚟祝福我哋咯。即系俾我哋能够知道咧，基督徒嘅工作咧系被人咧系所看重，同埋睇到咧好似有啲嘢唔同咗，以至佢能够注视，最后证明神是真的。我哋一齐祷告。